我们一起来全民健身操，六七走，左右，两只手，左右，好嗨哟！一起来跳 ，Come on！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爱。面对面，摇屁股。更重要的是，其实我们这个任务是我们要推广这个操，一起把全民健身这件事情做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了，各位，好了。我觉得就是每一次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大家是一种那种，就是我们的主题开始了的感觉。一起运动会促进伴侣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语言是一种交流，一起运动或者一起爱好这个事情，那是最好的一种交流。我们从第一个我们顺一下，好，第一组爱的主打歌是哪个？菜菜和萌萌他们。菜菜和萌萌组，第二组我们海芋恋，最后是所有人一起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这样，我们从第一个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来来，我们把音乐放一下。Come on， 准备。五六七八，右边，左边，动起来。左边双手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记得老先生是腿呢？踢腿。都是先出右腿，好，蹲点地，踢腿，上边，下边，三四准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换。哎，我们选这个是对的，冥冥之中都有安排。确定这个是对。